自2000年就开始无条件来帮助水利上港的台北北海胡伦社。今年伫个水利上港的协助之下，扩大协助的范围，除了每一年拢会捐赠给学生物资甲奖助学金，更增加对信义乡、新乡社区、甲西纳、巴兰各小的相关物资捐助。水利上港特别举办简单的捐赠仪式，来感谢为台北进来的北海胡伦社员。台北北海胡伦社员一来到水利上港，就受到学生用泰国表演来热烈欢迎，包括官民的合唱表演以及小朋友的顺谱演唱，是水利上港甲新来巴兰国小学生对着北海胡伦社员的真心感谢。谢谢北海胡伦社帮助我，让我能在课业上更专注，将来我有能力，我也会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对我们水里上工的孩子，主要就是那个奖助学金的一个捐助啦，啊，还有一些就学的，啊，一些那个学杂费的一个辅助等等，啊，那对社区开始主要就是一些物资啊，关心我们社区的啊弱势家庭跟老人啊，那所以这一次也啊捐助了相当多的物资，借今天啊所有的捐助人也特别来对白海这边表达感恩啊。那我也拜托徐校长，是不是跟福伦社这边申请到我们小朋友学习上需要的书桌还有台灯？那也非常感谢福伦社，他们更加的认真的学习，那学习上也改善他们家庭的困境，这边非常谢谢福伦社。帮助水利上港已经有18年的台北北海胡伦社，除了每年拢捐赠给学生的物资和奖助学金，今年更将捐助的范围扩大到水利县的社区和学校。长期无私的慈善行动，对林家珍、林依晨也真愿意带着红色和大官做伙前来付出关怀和心意。我们就是持续的在做这个，对，不管是学生的奖助金的部分，还有就是捐助部落清寒家庭的一些物资，然后这次还有捐给国小一些需要他们需要的一些书桌台灯，然后还有一些文具这个部分，那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北海福伦社社友们那个发自内心的一些捐款，然后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我们也请代表我们的新乡社区发展协会也能够也跟稍微的那个感谢啊，是有拿带我们那个老人他们有做的手工艺品，还包括我们山上的高丽菜，还有一些的那个农作产品这样子。家境林依晨的献身鼓励，对着校方苏先是真大惊喜。美丽身影成为现场的焦点，也看到北海胡伦社员18年来对着水利上港的无私捐助，和少年林依晨是真肯定，主动来投入公益。记者金山差不多。北海胡伦社，赞！